好，我是今年勾炫茶姬校花2023的七强人选之一，我是一号的 Joanne 王嘉文。我目前就读的学校呢是三威 University， 就读的科系呢是 Diploma in Business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。开箱校花包包 ，Let's go。有雨伞，然后有个眼镜。你戴着 lens 吗？啊，戴着 lens。他觉得我眨眼了。AirPod 插着，不好听。个纸巾，眼药水，这边是那种 contact lens， 然后有 pad， 然后有口红。嗯。隐形眼镜的药水，口红，就这样罢了。我的钱包，勾炫的。还有墨镜。是我的墨镜款式，我还有一个用过的纸巾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看你的 IC 照片，哇！对，你要对着镜头秀你 IC 照片。每次人家看我就会笑我。你们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哒哒哒哒。对啊，这是几岁的？是二十岁。那你现在是？我现在是20岁，20岁半年前，真的好不一样。我以前是又瘦又黑又干干，怎么样？干干这样。现在吃比较多。大家记得去到 goshen.my， 然后记得投我一票，我是一号的 Joanne 王嘉文哦，记得投我一票哦，爱你们。哦，录制好了。完了。哦，我笑得好像神经病这样。